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叮当近来在音乐剧搭错车调两女主角，日前他搏命飞越海洋卸票，放话完售将加码庆功答谢，这回台北二场票房开出红盘。他也说到做到，用心选购五套比基尼辣秀性感身材卸票。他开心说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会用尽全力去准备，肯定可以带给大家六场精彩的表演，六个难忘的晚上。今是叮当35岁生日，他提前回家和妈妈短暂庆生，提及生日愿望，除了希望搭错车音乐剧能成功外，就是希望妈妈能平安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更感性告白说，无论飞到哪个城市工作，最想念就是妈妈的红烧肉，上次妈妈在家摔了一跤都不让我知道，还开心的跟我岳阳微信打电话，后来得知真让我心疼。生日就是纪念我跟妈妈第一次的见面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想做你的孩子。一席话也逼哭妈妈。叮当辣穿比基尼，感谢粉丝支持，相信音乐提供叮当又提前和妈妈庆祝生日，相信音乐提供。